要是早点知道有这个东西，去男朋友家再也不会觉得尴尬了。因为脚出汗，脱完鞋，整个屋里都是酸臭酸臭的。它是通过银离子分解的，并不是简单的用香味覆盖鞋底的臭味，喷完以后几乎是速干的，可以直接穿了。有大汗脚的，经常穿运动鞋的，都可以试试。